老衲本想收你为徒，全我衣背，估唔到打嚟断肠崖，反而累咗你。阿弥陀佛，郭生，你条命都几硬，老衲嘅龙象波野功揾到传人啦，跟我走。咪住，大哥而家喺下面，我话过你打赢佢先得嘅。 佢喺崖上面就话啫，唔通叫老衲落去崖底救佢上嚟，决一生死啊！跟我走。好，老衲要睇你畜生有几大本事。志大哥，你冇事啊嘛？志大哥，痛唔痛啊？呢头黄柳你做乜嘢？ 孙儿，阿春，哇！甩晒你毛啊！找到钱埋，唉，你个臭和尚病和尚，你扁无天话同埋国商啊，有咩得罪你啊？系我朋友嚟噶，你敢唔伤佢？我本想收国商为徒，我又点会伤嗰条头发？哎呀，阿妹，好臭好臭，哇，臭得好紧要！你知唔知佢外公系王老邪啊？佢一啲人国籍，佢娘真系黄道。 使乜霸你为师啊吓？就算我老顽童教我一招半式啊，都叻过你一难同烂铁剑拎垮啦！哇！臭和尚咩功夫嚟噶？有啲力水喎、啊。好，试下你咩料先。 一灯大师，阿弥陀佛，正是贫僧。老衲喺藏边已经听过，中原武林只有东邪西毒，南帝北丐中神通。今日见面，果然名不虚传。岂敢岂敢，大师嘅功力亦都非常深厚。招大和尚，你作恶多端，呢次都杀死金啩。老衲今日气数已尽。 只可惜我嘅龙象波野功力就此失传。你个龙象波野功咁厉害，就此失传啊，真系可惜啊！咪话你可惜啊，我都可惜啊！啊，不如你将佢传授俾我之后，先至自杀都未迟啊！郭夫人，大师，只雕真系伤得好重，只雕喺度。 赵贵大哥听到我嘅笑声，一定会长笑作答嘅。唔通我谷底太深，外功力有限，传唔到。好，等我嚟试啊！杨哥，杨哥现阵。 我系一灯大师啊！你听到冇？喂，呢铺够长啦，呢铺就系够长啦。个谷底虽然系深，但系我睇都应该够抌到落谷底嘅。不如等落去先啦。喂，咪喐，有杀冇赔啊！我先。行开啲啦，哥。 Thank you.
讲杨过啊，猪过狗过牛过啊，乜都见啊！冇理由噶，大哥明明喺水潭里边嘅。表姐，你等埋我，我都落嚟。娘亲啊，娘亲啊，我又落去啊！双儿，你唔好落去啦，喺度陪住只雕吓。娘亲同埋一分大师都可以抬上嚟噶，你受咁重伤，我陪你埋去嗰边休息先，好唔好啊？国相，国相，国相，过嚟啊！抵你死啊！做咁多坏事。点啊？你好痛啊？头先就话痛。点咗我胸前两个大穴，我而家全身好似蚁咬咁样，点解佢唔点埋我？弹中玉枕两个月，人哋唔杀你啊，你仲讲人坏话？如果佢点埋我弹中玉枕两个月，我就会全身麻木，减少好多痛苦啊！你讲大话，娘亲话弹中玉枕一碰啊即送命啊！国相。一路上我对你点样？都几好，不过你杀咗长须鬼同埋大头鬼，你对我更好啊！我都唔领你情啊！好，咁一阵你就杀咗我，当同你两个朋友报仇。只不过一路上我对你都几好，你点样报答我啊？咁你讲下，我要点报答你先啦？好，你就点咗我弹中玉枕两个月，等我减少啲痛苦，当系报答我。喐手啊！喐手！大力啲！大力啲！多谢晒啊！我金轮法王唔通连推经转脉、逆宫换穴都唔识咩？跟住我嚟。大和尚，大和尚，你，去。你做咩？唔好啊！我出边唔顶啊！等我哋一世都上唔到嚟。各位 YouTube 的观众朋友，我是黄志文 Mandy， 我是六号六号明啊，即刻 subscribe 欢乐 APM YouTube 频道这个 channel 就可以收看精选的 TVB 剧集了。还有英国的观众朋友，我们最近新出了一条专为你们而设的 YouTube channel TVBJUK， 将今年最精彩的剧集带给你们，记得 subscribe 啊。